发现从小他就是比较粘人，就是他要看到人他才睡着。我这个床1米5的单人床太小了，然后他一挤的话就感觉太挤了，给他订了一个婴儿的定制床。4个，然后留他最后一个没有人要，因为他眼睛特别小。然后在3年前吧，我把他接到身边。在他里头，这走红以后的话，会有很多人喜欢他，然后就会发点私信说想看哈利啦。那么多人喜欢哈利，那我每天就像交作业一样，我又有任务，每天要拍一点东西，过得充实一点。